妹妹啊，你教我哪能来十外套厝，敢有影无？影有喏，我当时捌听过了啊。是啊，两件事结婚。我真个交了我呗，我呢，那么多天在结婚了嘛。好。Oh no！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等会，胡三龙起去后，后面我话怎袂来？你个老杂死！哦，我都唔是故意啊，唔是装爱爱，咪装爱就一个，若是装爱害，你等下。啊，他报就算，有啥可我来买？买我？你一个少工落来，一个月两元工资，你有病买话，你买得起啊？唉，大总啦，大总啦，阿伯也咪故意啊！咩个？你叫我做咩个？一年年，你两日咩下班仔？爸，咪呐，来小丹阿看着，我意思是呐。听诶，听诶，该咩？该日咩？是啊，是啊，我就是该日咩啊，伊就是该玩弄啊。你咪搞我那日咩在下加少？你这个老囝，哈搞我那恁还有十挂套厝？老公，帮忙摇。对啊，对。爸，你昨天又来扫街路呐？那要来当下车，不要十挂套厝，这收租金就赚不了。哎，你看你还靠不起我咩？妹妹，我同在跟你闹小生啊，爸。哈哈，要咩就叫他爸，我系明天爸，我系老家事，太拼了。阿爸受了十四难过路，都是关好。虽然阿那有十挂头事有钱啊，是但我阿爸咩他都袂做。唔错，我真生气。嗯，阿爹，你阿爸个人啊，只有十两朋友啊，是唔好偏执难难啊，哪个哪有十挂头事啊？只爱阿子女，爱财物，怎样识个好子女？我哪哪我走哪，自杀自杀了啊！我肯定等住个人啦，等等等我执下头厝。好啦好啦，走啦。老兄啊，你那恁要来执下头厝是真个啦？我爷好是真个咯，我两时冇看过啦。行，那个退出来。马勒，你敢咩恁惊？你明日惊到有恁时阵恁老兄啊？咪啦咪啦，还咩出面啊？出面那个老姜啦，行行行，那个退出来。爸，爸。上海京都九桥事兄梅城消息，聊天时尚。